非常的悠久，也是我们的祖籍。台湾有不少庙宇的罗刹太子呢，都是我们各位祖公所庙分灵而出的。每一年的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，是中国元帅罗刹太子的圣诞千秋，从台湾各地还有世界各地返回，祭祖朝圣的香客，可真的。欢迎大家！
游乐美图馆。欢迎北龙宫，北龙宫，一龙很师。